专员，马专员，他们动了，跟您想的一样，是监狱，那就行动。快，有情况！慢，姐妹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 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昨天晚上11点，红军俘虏计划越狱，马专员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提前设下了埋伏。老大，照片里的人认识吗？喂，那个骡子是什么样的人？您还看不出来吗？他怎么可能是奸细呢？爹。 杨哥，怎么大半夜跑这儿来了？给兄弟们送点酒钱。好，谢谢杨哥，全遵义城啊，就属杨哥对咱好了。哎，先把账算。哎，今天晚上要转移赤匪俘虏。怎么选在今天啊？越是这个时候，你们越不能放松警惕。赤匪最擅长的就是趁火打劫。明白，只是辛苦杨哥您了，大半夜的还得让您亲自跑一趟。 等忙完了这阵儿，兄弟请您喝酒。好的，姚副官。干什么？批文给我看看。看批文？你们有这个资格吗？对啊，少蹬鼻子上脸啊！特派员有令，任何人进出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。经过你们的同意？他马士奇真把自己当人物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。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等马士奇一走，我弄不死你们！哼！看清楚，这上面有你们马专员和谷将军的大印。哼！滚开！对不住，这事儿啊，还是要请示马专员。 别给脸不要脸，兄弟们！你们这帮只会打小报告的玩意儿，早就看不惯你们了，敢跟当兵的动枪，不要命了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 都起来，挪地方了，是时候了吧？ 世杰，我知道你一向不大喝酒，不过今天是过年，能否赏脸啊？老师，不敢不敢。<笑>马大哥，喝一点嘛，来，我给你倒酒。<笑>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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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
阿雪，来。学生敬你。痛快。蒋干道书是群英会里最精彩的一场。哦，世奇也喜欢这出戏？是吗？我也喜欢。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，正是此戏的奥妙之处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常常以此戏自省哦。难得老师有此心啊，学生先干为敬了。好。你们有完没完？哎！郑站长，这太突然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你又下达命令转移红军俘虏吗？转移？红军俘虏被转移走啊？谁带走的呀？杨副官，批文上有您和马专员的印章，我们就没敢拦。这是要逼我们自杀吗？河边有猪排，过了这条河，应该能找到你们的大部队。抓紧时间吧。
兄弟，你是？难道这就是那个自己人？不知道。我的乖乖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！排长，我们逃出来了，我们活着出来了。是啊，同志们，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抓紧时间渡河，快！是是是是是，走。排长，朱飞在这儿，快走，快走，是，快快走。有期，走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来，快走，使劲儿，使劲儿。酸汤这酸汤那，怪了吧唧的，终于吃到点老家味了。那就多吃点。回家了，我怕骡子回去找我，找不到。我知道你恨他，怨他，他人也没了，你就是想恨也恨不了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跟我一起回家吧，在家里边找个正经事儿做。是不想回去，我不勉强你。我这还有些钱，我给你留下。
志清，你搞什么名堂啊？啊，这大半夜的把我们父母叫来陪你吃年夜饭，怎么刚才没吃饱？哼，有这个闲心赶快去抓人呢。老师莫怪，我是多年没有回到家乡，今天又恰逢年关。您说过的，酒不是一顿就能喝好，戏也不是看一次就够了的。哼，刚才看戏的中途又被扫了兴，所以我连夜让他们特别赶制了一出戏，又仓促地订了一些酒菜，所以这次才特意邀请老师和古小姐一起吃酒看戏，不知道能否合二位的胃口。学生先干为敬了。好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开灯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。老师，还记得这个人吗？丫头，这是晚上那个杂耍艺人吗？是我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他说晚上没演好，所以又特意给您来一个返场小段。开始。老子待你视如己出啊，你竟敢欺骗老子。将军，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的栽培，您的仁义全尊一城无人不晓，只是您一向重乡土而轻家国，兴城注定不能跟您同舟共济了。你他妈还嘴硬。老师息怒，放开我。老师，对于这个人，我们有太多的疑问想得到他的回答，等他全部吐出来以后再交给你任意发落不迟。你是谁？说。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军团副官处副官少校杨兴成。你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倒是想，他们不收啊。知不知道杜鹃这个代号？我只知道好像马专员最近养了一只杜鹃。马专员，您应该能解答吧。杨兴成，少他妈给老子来这套，待会儿有你求我的时候。你不是共产党，为什么通匪？通匪？没有啊。那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放走红军俘虏？哎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那是因为我跟那个红军排长神交已久，日久生情。不是，今天晚上节目演得不错，
再给我来一段。 兄弟，来，谢了啊！走，行了，你的戏唱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收了吧。老师，这只是个蝎子，好戏刚开始，带上来。 清楚了，腊月23那天是不是他让你接的红军？我不认识他，杨副官，你认识他吗？ 二位如果谁也不认识谁，我就帮你们做个介绍。这位，就是凭着一己之力替红军运送黄金的义士。这位，就是替红军越狱的勇士。郑某人对二位钦佩不已啊。鉴于此，我就给二位一个机会。等。 下不去手，我帮帮你们。我，马大哥，这两个人虽然通匪，罪大恶极，可他们一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一个是我身边近人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恕我先行告退。丫头。 你马大哥可是费尽了心思安排这场大戏，咱们中途退场岂不失礼啊？别忘了，你我父女可扛着咱们遵义城的脸面呢。来，坐下。坐下。嗯。
咱们父女俩敬你马大哥一杯。马大哥，刚才是我失礼，我自罚一杯。哎呀，这酒喝到这会儿，刚喝出点滋味来。老师，我觉得顾小姐这仁爱之心。 是可以理解的，干了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杨兴成。 你要想死，我跟你浪费什么时间？但是这台戏，你得给我唱完喽，把这条骡子给我拴上。行了。 是我泄露的不放图，这次的营救也是我安排的。你这个混蛋！爷，将军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兴成来世再报。 走，顾小姐，瞎了眼了，你真不是人！走，快，你真不是人！世奇，我恭喜你了。对不起了，老师，多有冒犯了。顾小姐，跟你说句实话吧。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对你是有所保留的。原因想必你也是很清楚的。现在好了，水落石出了，在这儿，我郑重地向你表示歉意。马大哥励精图治，克己为功的态度，是我们值得学习的。行了，客气话就不用说了。 谁开的枪？去看看。
走。什么情况？谁让你开的枪？对不起，苏科长，河面上好像有东西。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猪排，上面好像还有人。啊，布置火力网。是是。什么声音？回应。好像是咱们自己人，让他们过来，提高警惕。咱们的人，同志们，快划，快！秋，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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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，老秋，总算回来了。首长，首长，老邱，报告首长，邱明亮带领715名红军战士请求归队，全体敬礼。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，我们走。首长，老邱，你说。老钟牺牲了，这次在遵义咱们一共损失了10几个兄弟，都是我的责任。老邱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。老邱，革命总会有牺牲的，只要能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啊，骡子还活着，就在遵义。老邱，那些金子呢？金子也还在。骡子这小子是好样的，就是现在可能被抓起来了。顾承德是他吗？对。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有人暗中帮助我们。在遵义，咱们是不是有自己人啊？古承德的那个副官，具体的身份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杜鹃，
是在贵州潜伏多年的同志，这次遵义之战多亏他的情报。前两天他还跟我发了，首长，少云该换药了。老邱，你好好养伤，我随时过来看你。啊，谢谢首长，谢谢首长。 老邱，好好休息，啊。杜鹃，我知道现在忙着转移，你这药肯定没睡好。这个呢，是我连夜熬的，姜黄，喝点。我来杯吧。 马专员好，马专员是，马专员，时机来了，来，老师，给您拜年。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 这都民国多少年了，还行着旧礼。我是为小时候的我向您行礼。没有老师的栽培，就没有我今天的马士奇。严重了，坐吧。怎么样？昨晚睡得还好吧？托老师的福，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 哼哼，哎呀，杨姓成这个小杂皮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我会亲自把他押送南京，送给军事法庭审判。还用那么复杂呀？我估计啊，也就落个就地正法吧。说这小子从小跟着我。 十几年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，哎，他什么时候和赤匪勾搭上？志军不言，我也有罪啊。师姐，他毕竟难逃一死，嘱咐你们的手下，就不要再难为他了吧。老师放心，我一定办到。嗯，老师啊。 有事直说。南京方面，对于您和王主席各派出两个旅的兵力，很不满意。两个旅还不满意？赤匪已经逃进四川了，他什么意思？啊，他是想让我八万前军打完赤匪再打川军吗？ 看来老蒋真有这个想法。对于委员长的心思，我不好妄自揣测。